走。真不幸中被血高手敌向，奉天都来，恐有其他布局。注定让我来，你想入奉天都一趟究竟。你的对手再次。通天毒王，名毒士兵，几多连转，却死杀红天不过。哦。坐西秦力，万书金刀，刀光如鸟，冰封天快，上风尽力，万书金摇，地昏乾隆。通天毒我金龙洞，通天毒来赛银龙，一夜所受够美感年龄吹酒，既寒心生水所根，所以就将温度的急速。哦，小众名将。惊天一将，这就不可地形之物。一夜所作登山风吹，飘入无边岩溶之中。一夜所见鬼啊！一夜所见鬼，一夜所好。阮请龙飞收听，因公四方风雷共一，却是一股新风涌进，震撼整个通天洞。哇！惊风破雾无涌停，天不过一对一，危险！用情形之风低调一步，好让你别走一转。若天不过灵回天，鬼抓也兄弟几可惜啊。你这来顺便吧，天气恐怕我送你回去了。不用寒暑不行，你比千秋万岁，我自己回去便可。你保重。古来回风天风，只是江魂离万，再定睛，人迹渺尽。我不相信先辈就这样死了，我不相信。风采极其的江龙，极其近熟心，但却无回勇的不识感。是前辈不定，雄人落入高温江龙之中，必须流言分身，但前辈灭顶东西并无如此情形。经水定天气中定是还入灰烬中，求杨勇无心
严阳更是顶，而且温温有一股福气流传其中，看来通天都来别有心窍，微风再有得风气叹，自从严阳表面温度提升，依旧机枪好，就你这样，只见天启铁腕战功，微风真力竟已化成一道赤龙吐焰，顶时通天到来，再现炎勇佛庭之境。这样应该就能满贯一时，再来就是独手处理一妖师前辈修士了。前辈，你是得苦中万分了。